機嘅。現在呢個三號停車場無位收嘅點咗句五號停車場，咁係室內場嚟，唔使拍露天耶。識下呢條友，黐筋。但係冇有。旅遊節目嚟而家，搭飛機，我哋行程係去邊啊？唔知喎。冇影我啊，冇影。好啦，咁我哋嚟到呢個名古屋嘅機場，系佢讲嘢智障啫，摆明我拍嘢嘅时候就好似旅游特辑咁介绍啦。旅游特辑，你睇咧就会搭呢个名铁去呢个名古屋噶啦。咁有冇咩补充啊？中部機場的名鐵站，即是名古屋鐵站。打前面有咩食？买翻屋企食。飲食節目，呢個咩㗎？流沙餅。流沙餅多咯。頭先咧睇最正咧，係即係好似唔使錢，一平已經買。